新加坡的朋友，你们好，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喜气洋洋，恭喜发财，我保障，非常好看。DOA 首席会计师，手上掌控150亿美金，你来有什么目的？旅游啊。说 DOA 上次被你玩的底儿掉，咽不下气，找你回来报仇，他是特意回来帮你。我用他帮。3小时内，他们一定有行动。你别来找我。帕克先生，欢迎来澳门。Yeah! Yeah!